야. 好，我们先挨个介绍一下自己好了。好，先从赵月开始吧。想变月亮，一直照着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月，也是会长。会长。谢谢。你看我们这么突然，是我们这么突然的自我介绍，他们都没有准备口号。到底准备准备？可能没有准备。好。介绍完了是不？对，介绍完了。嗯、yeah. 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鞠婧祎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要太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他已经不行了，整个人都在抖。谢谢，不行了，大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陆婷。陆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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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然后那宝，你是不是差点要讲 MC 了？你我差点要说了，咽了口气。不是我好吗？哪里有甜品哪里就有。娜娜酱，谢谢大家，我就希望给大家带来甜蜜的娜娜万丽娜。没想到我们出差回来，大家还是那么热情。出差回来，出差回来，大家干劲十足。在那个就是深山老林，对，里面录节目，对，我没想到我们就是我和娜娜从一个节目杀青完了之后，又被直接秒送到另外一个节目扔过去，又扔进去了，还没有来得及说我要当兵这个话，没有这次我们这边又当兵了，对，又跟大家告别了，娜娜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想说要不然就改一下好了，就因为本来这个话题是说你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智商很高，我觉得随时天才的时候，最天才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决定换一个话题。对，我们四个天才来换个话题。小菊先说，就是智商高这个话题的话，是就是你之前那个飞鞋那个那个跟智商没有关系。很棒很棒很棒，没有关系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关系。真的吗？那个动图还在我的表情包里面。可是你知道你也是表情包的，对，大哥你不知道你是所有表情包最多的人。我也是王啊，我跟婷婷不分高下，好吧。表情包界的就是对不动，在国美的那段时间我们收获最多的就是表情包。是的，别的没有收获的表情包是一堆，对吧？对，那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是美美的、啊、是的，是吧？对，至少就是打开自己搜索自己名字的时候出来的不是是表情包。我们现在80%以上的成员全是表情包。没有，我们上次还抱怨，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出了一次就是自己的原创单嘛，听说一点开全是崩图，就是你知道很多原动力吗？应该是，就是忘记谁说的，就是好像还组织了一个什么，对，一个活动话题，他们说一点开全是我们的丑照、那个工作人员很自信、还跟我说看我厉害吧，话题刷的什么上榜了、还怎么样、我说你上榜了，你还很开心啊。我真的很开心，莫名的奇妙哎，欣慰，对，一张张崩图上榜，真的很痛苦。是的，那我们就换一下话题，因为今天是小四的生日嘛，我们今天就来祝福一下。没有，他生日是一个月之前了啊，是吗？对，四月一号的时候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就算，那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四月五号，大哥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开了玩笑嘛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大前天是赵月生日，在小四圣诞节，对，祝福一下赵月。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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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这个样子。没有小四的粉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惹不起、啊。没事，里面也有很多女粉丝。他们只是暂时性的伪装成林思怡的粉丝，但赵月其实挺苦的。赵月生日的时候，那天我们还在排练，对，半夜三更的时候，半夜四五点，记得是我第一个说的，赵月生日
对，还是想讲讲小四生日吧，别讲我生日。对，好，我言归正传。今天是小四圣诞节，小四圣诞节，整个人有点慌了。今天我过来的时候，就我过来的时候，我说我好饿，想买一碗馄饨，然后结果找不到阿姨，我就看到后面有个助理姐姐新来的，我以为，我说要不然，哎，哦哟。你回去好不啦？进去。我们现在说你话的时候，你不要出来。我们要说坏话，我们会有压力的。好话好话都好话。哎呀，不要担心，夸你呢。对。然后就是今天去买馄饨的时候，因为没有阿姨，然后我就想旁边有个新来的助理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助理是小四独自用的。对，因为在横店都需要，助理，然后他们就派遣人家去买馄饨。你们这样真的很不厚道。我说你好，帮我买碗馄饨好不好？小四助理帮我买碗馄饨。初次见面就跟人家说买碗馄饨吧。对，人家不知道馄饨在哪。对，人家也很堂皇，觉得你是谁，为什么要给你买馄饨？后来，对啊，你谁啊？然后我就 Who are you？ 对，然后我就说那就让小四去帮我买好了。但是他这个想法非常好。对啊，过生日还是让他去帮我买馄饨。小四还是要那个助理买啊。对，绕了一圈，绕了一圈还是那个姐姐去买了。对，你们平时有什么？就最近都很忙嘛，很少跟小四见面，有什么想对小四说的话吗？想对他说的话吗？娜娜，就是因为他之前不是一直在剧组嘛，然后时不时还给我发微信，然后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娜娜，嗨。你知道吗？他这种行为就是怕我忘记他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说：“你到底想干啥？”他说：“想你们嘛。”对，我估计他应该是给很多人发这样的话。我也给我发过，对吧？上次也在发过。就是小四一个人在外面拼搏也挺不容易的。是的，他一个人在外面，就是也不像我们大家可以团体出去活动。对，他一个人在剧组里面，其实挺可怜的。对，干嘛？干嘛老跟我做 wink？ 我没天天做 wink。你有？你之前是一个人在剧组，对呀、啊，你看你们这么小冷漠、哦，小可怜，没有小可怜，小菊也不容易，小菊，么么哒。怎么回事？干嘛？怎么回事？说着，说就说，还拉拉扯扯，拉拉扯扯干嘛呢？啊，我们俩离他远点。真的是，一言不合就扒衣服啊，赵月，没有习惯了，手习惯了。习惯了是不是、啊？赵月很有一套，我跟你说。赵月最近不得了，真的。赵月最近说些话真的很吓人，又毒舌，而且说话真的肆无忌惮的搞。对，肆无忌惮，真的肆无忌惮。我上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就说什么？说话，你说我叫什么？要不要我说出来跟粉丝说？说，被我们私下解决。我听你说啊。那天我真的差点上拳头，我跟你说，赵月啊。那我们私下解决是吧？解决不了吗？那我今天，我们到后面去火拼。我看你表现哦，我看你表现。你要是表现不好，我就直接说出去。大哥饿了吗？热了吗？喝水没关系，我不饿。没有，他听说他今晚要请我们吃饭，心情好一点就不说。是你请吗？对，因为不是小四吗？小四昨天请过了，没请啊。哎呀，你别说出来。解释就是昨天我出去，我去，你昨天出去是洗脚吗？什么？你把我吃洗脚的事情说出来干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 care 我们大哥。我是出去送钱的，你们出去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不是，昨天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四个人就是。突然一下想吃火锅，然后我们就去吃了火锅，只是最后林思雨付了一下钱。小菊，你吃就吃就好了，你还坐在车上给我打，拜拜，再见，不再理你哦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四个人不是打出租车嘛，然后我们四个人准备要上车了，大哥来了，我说大哥没有位置喽。我贼稀罕呢，大哥，
喜酒好吃吗？真的很过分，我在那里，我跟你讲，我打出租车打了一个快将近一个小时。喜酒好吃吗？他们四个人搭顺风车还不载我呢，四个人确实坐不下。但是你们也不能在我面前嘚瑟。坐不到车，然后四个人就打顺风车就在我面前这样呼啸走过去了。对啊，还有穿的可好看了，就是一个人落寞的背影，穿的那些小裙子，对，小裙子，穿的小裙子，然后跟着所有就是路人在挤在一起，在等红绿灯，然后所有人在这样挤着我，我穿的再好看有什么用？还是很落魄。大哥，还有个问题，没有用的，你被堵车堵得很严重。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昨天不是跟我一整天待在一起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他们刚刚在后面说的，阿黄说的。你不是阿黄？阿黄，黄婷婷，黄婷婷，黄婷婷，怎么回事？黄婷婷啊！再见啊，大家继续欣赏表演。